就南科就有关心喉道嘛，我们一直都在关心啊。对啊，我们希望让他继续拍电影。所以台语片、台语片两个阶段，第一年台语片才先是林大导，嗯，他的作品。就是今天的刘秀根啊，第二波同步录音是何孝成导演。哦，这样巨代表的里程碑啦，对，是这样。那对啊，那说到侯孝成导演，就南科就有关心侯导嘛。我们一直都在关心啊。对啊，我们希望让他继续拍电影。他老婆还当过我的场，是有有有，跳是跳。哎，对对啊。他老婆那个艺专毕业就，桃李嘛，哎，当领导有毅力给副导演他的场。而且更感动，他现在受伤带伤来。对。我唔知啊，我之前啊去做伙尔。金钟奖。哎呀，我你知道我嘛唔知啊，到尾啊。导演前谢慧玲摔了一跤了。有有有有有。啊，那伊嘛来，甘心啦，甘心。甘心，甘心。对台湾的这个影视界贡献，没话说。